行嘞，请坐。老实讲，昨暝睏有饱无？啊，下昼食有饱无？安尼拢惨啊！睏无饱爱睏，食伤饱爱睏。啊，我这毋知要安怎讲落啊！无要紧吼，来，我是台南州吼。啊，我先甲各位介绍这块地瓜啦。这块地瓜吼，真正一块尔吼。啊，上难睇这块地瓜吼，阮台南州伫后礼拜的拜六，就是八月十八吼，啊，要举办一个福气台湾人出头天的演讲会啦，叫做福气台湾人出头天吼。啊，所以特别去写这块歌吼。啊，歌词是阮家己做的，啊，然后歌谱吼。啊是安尼摕来吼，啊所以真简单吼，两句话尔吼，咱唱两摆看卖，啊精神看，好看起来好不？好啦，啊较唱较大声了吼。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全胜利。对咧唱啊吼，对咧唱啊，第二摆来还唱啊。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全胜利。咱真好气，咱真好气，咱要出头天。咱真好气，咱真好气，咱会出头天。好，大家拍鼓啊！安尼五万看会较袂爱困无啦吼？啊，其实咱的歌有真侪真水吼。啊，譬如讲，读多一条实在是足困难的吼。书啊，咱也无熟，吼啊，谱也无熟，所以我是真希望讲各州转去吼，恁一定爱到各州家己学，安尼才会晓啦。我讲一摆来吼，啊，就要讲外口唱，真的很难吼。啊，这条台湾全胜利，不能够唱一摆啦吼，足简单的嘛吼，两句话尔嘛吼，真的吼，目睭起起唱看卖好无？唔免来偷看，无要紧吼，好来哦。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台湾全胜利，全胜利！咱真好气，咱真好气，咱要出头天！咱真好气，咱真好气，咱会出头天！哦，第二句是咱会出头天，好好。啊吼，咱的歌唔是逐个拢遮简单嘞吼。啊，其实我今日唔是讲要教人唱歌吼，啊，但是有几啊条歌吼，迄个歌词真心性哦。所以咱今日伫遮吼，干读歌词图，试看卖吼。这是用台语读的吼，啊，这是一条世界足出名的歌，叫做《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对迄个《悲惨世界》内底吼。法国的学生啊，要起来参加迄个法国大革命吼，啊，尾啊将因的国王吼，甲送上断头台吼，迄个规个法国才并过吼。所以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伫啊吼，我恁对我读啦吼，台语吼，台语吼，你有听百姓歌声，唱出因愤怒的心声，迄是无要阁做奴隶的民族的呼吁。当战鼓在鸣龙叫，当火在心脏皮薄着，当明仔再来时，新生活就开始。你愿意勇敢加入，好胆来徛甲阮做伙，越过迄旗马，一个世界咱真久的期待。啊，伫遮吼，爱个 repeat 一摆，即个你有听百姓歌声啦吼。啊，咱时间省一下吼，啊，咱甲继续甲读完就好安尼吼。讲，你要奉献一切所有，哦，啊，遮搁一句吼，为着自由的权利，为着自由的权利，拼命来革命输赢，拼命来革命。你要奉献一切所有，勇敢前进无看路。
有时牺牲，有时胜利。咱拢起来试看卖。历史所留的宝血，灌入公义的田园。在迄个原文吼，伊是讲 water the meadow of the garden of France。吼，原来迄个原文吼，伊是安尼吼，是讲历史所留的宝血，灌入法国的草原呐。吼，就是 water the meadows of France 吼。啊，但是咱唔是伫法国吼，啊，咱是照伊的歌。啊，用咱的词甲写出来吼，所以这个所在我真大胆吼，啊，甲改做讲灌入公益的产能吼，安尼有心血无？台湾歌拢总靠调啊，是无？唔是哦，吼，唔是哦，吼，拢无同款哦，吼。后来，哦，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捌听过无？是好所在，捌听过，这条歌捌听过。吼。咱往那紧紧来读一摆吼，啊，那这少年的吼，后壁这句吼，是嘞，认真打拼为将来，你少年的读为将来，啊，这老伙仔吼，认真打拼为后代，安尼好不？安尼好不？啊，当然啦吼，咱即摆知影吼，写这条歌的是台湾拄拄啊经济真好，啊外销真发达吼，啊，但即摆马英九舞一个吼，样样要点落吼，所以咱唱这条歌。会我念这条歌的歌词，我们会有感慨哈。后来咱读看卖啊哈，台湾是一个好所在，台湾是一个好所在，有山有水，四面拢是海，无论春夏也秋冬，风景优美，人人爱。台湾的出产真澎湃。经济发达，外销全世界。好啦，这句注意啊吼，少年的吼，恁来唱为将来。啊，咱这老伙仔唱我吼，我来讲为后代哦吼，来哦。无论输龙也工商，也工商嘿。工商嘿，认真打拼为后代。将来写啥？少年的较少啦吼，无要紧吼。即少年的，阮即老伙仔，我那认真打拼为后代吼。所以真正大家要打拼吼，咱的时间真正无济吼。马英九脚步愈来愈紧吼，所以咱若无拼，真正台湾就要变安怎吼？好来，啊，这条啦吼，过一条，咱就介绍歌词介绍了吼。这条歌诶，作词的人吼，就是何瑞元，何瑞元捌无？捌啦吼。有捌听过演讲无？无哦，我紧哦。迄个八月十八，我来邀请去嘉义哦。啊，恁若伫嘉义附近，欢迎恁来参加吼。何瑞元的太太就是咱的顾问吼，咱的著作、咱的论述一个真重要的研究者吼。啊，这就是因太太的妈妈，这个书是伊写。啊，因迄个这个因丈夫吼，是台湾非常出名的诗人。登基吼，有做一个做台湾律师社的社长，啊，对这少年的诗人吼，非常认真的栽培吼，啊，写这首诗了后吼，去予国民党甲列入黑名单，从此他的家庭变成甲级流氓。他拄仔食饭的时候，迄个何瑞麟太太吼，就是这个作书写的查某囝，你甲我讲哦，讲迄阵偌凄惨哦。参观者囡仔去外口买菜，菜篮也要赶入去厝，还去用检查哦。安尼啦，哦，啊，佫毋是干安尼尔吼。这首诗吼，当年写了吼，啊有获得迄个英国诗社的棕榈奖，迄是足悬的荣誉吼。啊，但是这个作词的这个诗人，伫台湾被困住到这个款吼，听讲后来精神就出问题吼。后来咱读看卖啦吼，直接就读啦吼。美丽岛，请咱大汉的美丽岛，亲像老母温暖疼惜，历代祖先注目在看，看咱怎样刷脚印脚步，印脚步，祖先一代搁一代在吩咐，唔通袂记，唔通袂记。祖先一代又一代在吩咐，
疼惜土地，疼惜台湾。无啥教我大声呢，无啥听的惯呢吼。无紧哦，过来吼。海水清清的太平洋，为着这苦难的美丽岛。虽然日光变照土地，光照关山溪水甲田园，这么水的乡土是咱所有。祖先开垦，上天赏赐，土地有生出丰富的土产，水牛、牛啊、金蕉、玉兰花。我甲各位报告吼，恁都在咧谈吼，感觉哦，真好写，真好写，啊嘛真水，真水，啊书嘛安尼听着，看着真顺吼。我甲各位报告吼，这条歌恁若去海外唱，我保证你目屎哭哭连。咱知讲德国有一条歌真出名，叫《Edelweiss》，捌听过无？《Edelweiss》，《Edelweiss》吼，《Edelweiss》啥物物件？就是开白，迄满山遍野吼，诶，迄个野花啦，鲜绿啊，白色个啦，诶，普通是无人咧注意啦，就亲像咱台湾的残蓬花，敢有人咧注意残蓬花？无啊，哦。啊，就是当奥地利啊，参德国夹啊，这个德国军要拍入来奥地利的时候，迄、那个家，迄个国家要让灭亡的进程吼，啊，怎做这条歌咧？少年伊的祖国啦，你着离开你的国家，你才知个，哎呦，夭寿哦！迄个花对我感情是偌大，我明日得看，唔捌咧甲注意。啊，但是我当离开我的祖国的时候，我才想啊，小白花啦 ，Edelweiss 啦。哦，啊，所以你唔通看讲，水牛、牛啊、金蕉、玉兰花，遮简单，啊，不，怎么我真简单，有啊，嘉南平原徛过，拢嘛是牛啊园，啊，牛拢嘛伫顶冠，哦，啊，金蕉逐日嘛咧食，食甲拄无咯，哦，啊，这个玉兰花，哦，啊，咱路里人咧卖，吼，真芳咧，伫咱看完全无不起眼的那些东西吼，你若出国，你才知讲，你对这物件感情有偌深，所以无要紧吼。这歌的歌词吼，咱用介绍的就好吼，因为讲要搁对头听到，咱真正无法度吼。啊，真唔盲讲播的歌吼，唔通干那登厝干那唱卡拉 OK 呢？哦，我想咱这卡拉 OK 高手一定足济吼，迄麦克举起来，全唔免放，会使唱两点钟的人足济吼。啊，但咱即马吼，迄、那个真正咱的歌，真正好的歌吼，咱唔盲讲伫登起伫咱的周国周吼，啊，看会当安尼，大家较认真练习哦。咱真唔盲讲，咱是一个。充满音乐气氛的民族啦，咱常咧看电影，看到讲哦，我人来啥物节目，大家拢跳出来行路，要唱啥物歌，大家拢做一唱，咱干那要唱下卡拉 OK 了，真拢袂晓。所以其实有真好的歌吼，啊，我慢慢我若有机会，我会甲各位介绍。但我今仔日我的主题是要讲啥，我来请你换一个吼。安尼要你爱滚无？真个假？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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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对古早对潘明敏吼，啊，尾啊陈良志吼，尾啊李鸿禧吼，啊，尾啊迄个沈建德吼，或足侪人咧研究吼，啊，研究来研究去吼，拢总是用土地这个问题咧研究啦。哦，日本人放弃台湾哦，啊，所以台湾这个土地都台湾人个啊，殊不知讲啊，台湾人家己都切身未明，台湾人家己的定位都唔知伫底，所以因为忽略台湾人个研究，干那咧研究土地，所以予咱个，予咱过去的这个研究变得有盲点。变得有盲点，其实人甚至比土地较重要。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迄就是咱今仔日会当坐到遮啊，认真咧研究的一个真重要课题吼。好来，拜托，哦，台湾人吼、哦，你是对一国的人吼、哦。有的人讲血统真重要，有的人讲语言真重要，哦，有的人讲宗教真重要，有人讲文化真重要。我甲各位报告吼。哦你是对一个人，其实拢总是政治问题啦。参顶官讲的这血统、语言、宗教、文化等等，没有绝对必然的关系啦。是安怎讲吼？因为咱知影一个教授做潘明敏吼，
平平平教授知影嘛吼？那唔知人家就，大家拢知啦吼。另外知影一个李晓峰教授无？拢知哦，迄拢足出名吼。这两个足出名的人有一只有一只食饭坐做伙啦。坐做伙这个彭明敏教授吼，甲这个李晓峰教授讲吼，讲李教授，李教授，我顶日啊吼，我有叫迄个林玛丽医师吼，甲我抽血，甲我检查我的基因的谱表。你知影无？我有94%的病毒做个血统啦。林玛丽医师捌听过无？捌吼。慢吼，非常出名的，即卖是迄个遗传基因的一个查某医生，世界真出名吼。甲你抽一点仔血吼，伊会使用你即块血，用你即个血吼，来甲你分析，将你的基因的谱表规个拢总甲你排出来。对即个谱表顶端会甲你讲，你看你吼，伫你的血内底即个基因的排列吼，倒位是对一组的人，倒位是对一款认证的人，倒位是对一款的人。哦，所以。迄个林妈哩，即马足出名吼，即马即个平平平教授吼，甲即个李晓峰教授安尼讲了吼，我尾仔若看到平平平教授的相片哦，愈看愈像原住民的吼，我面则长则大，目睭则大蕊吼，体格遐好吼，愈像原住民吼，即马即个李晓峰教授听了讲，真正会当安尼做，安尼我嘛来哦，林妈哩安尼甲我试看卖吼，甲我。抽一点仔血，来验看讲，我这个人到底有几款的认证的血液，有几款的认证的基因在我的身躯吼。所以这个李晓峰教授，就转去哦林玛丽教授吼，甲抽一点仔血吼，两礼拜后报告出来啊。林玛丽教授那个讲吼，讲李教授吼，你的血液的基因里头吼，有差不多有92%至94%的病毒族的血统。哦，另外有3%、4%吼，是对迄中国南部，即中国南部，佫是对越南迄边过来的人的血统。但是你掺别人有相像吼，就是你的基因内底吼有0.01% 吼，是迄个对印度东北边的人的血统，伫你的身躯。李晓峰就听着安尼吼，全话声太大声啦。太遐准，我细汉就是去用叫印度的啦。讲哪遐准啦！我细汉，我小学是去读册，人就叫印度啊。当时我的血液内底有0.07% 的这个印度东北边人血统咧吼。当然吼，这个李晓峰教授就足纳闷啦吼，就都在想，迄印度东北边偌远呢？你若要来吼，你就越过喜马拉雅山，横跨中国大陆迄个内陆，刷来搁在过台湾海峡，才走来台湾呢。想到我的身躯的基因有迄个0.07% 的迄款印度东北边的基因吼，你咱真系是研究台湾史的专家嘛吼，所以就安尼一路想，一路想啊，400年前吼，荷兰人来台湾吼，捌对印度的东北边进口200只水牛，进口200只水牛，那水牛参我哪有啥物关系啊？咁水牛的基因走来我的身躯哦，咱知那个未通嘛吼。但这李晓峰教授那讲哦，你想着讲我知啦，一定是赶水牛的啦。水牛甲我赶来吼，怎到台湾安那甲放糖吼？糖棒棒的，400吨哦，走来我的身躯啦。血统很重要吗？哦。敢有迄、那个？敢是世间敢有迄个所谓纯种的什么什么什么款吼？有一个什么姓连的讲，我是纯种的什么国人有无？笑死人了！对呀、啊，笑死人，对吧？哈！所以咱知影讲，血统并不是你是对一个人上重要的因素。有平埔族的血统又怎么样？教授不是同款做个遐出名？迄个平民民教授不是台湾出名呢？不是跟台湾出名而已，他是国际非常出名的国际法的博士呢。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也很长了，李晓峰也是啊，病毒族又怎么样？所以那个血统参你说你是什么款国的人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说同样的血统可以组成不同的国家，英国跟美国嘛，不同的血统你也可以组成同样的国家，譬如说加拿大，加拿大你若去吼，迄红乌青白的拢有吼，迄人种差不多使讲上侪吼。所以，迄个讲你是对一国的人，伊绝对是政治的问题吼。即咱血统故事讲个袂了吼。你讲血统啊吼，
讲好，我著讲啥物古早一个啥物啥物唐山讲啦，吼、哦、啊几百当前对遐来啦，吼、哦、啊所以就吼、哦、来遮安怎安怎咧啦吼。我甲各位讲吼，莫讲四百当前来啦，你若讲譬如讲你有一个阿姨伫美国，另外一个阿姨伫台湾，啊即、這个台湾的阿姨生两个生双生啊，啊即、這个双生啊，佫是同卵双生，同卵双生咱知影啥物意思无？迄基因是比老爸甲囝、妈妈甲查某囝搁较接近的，因为都同一粒卵类分裂嘛。哦，所以若讲万一讲其中一个优质袂好势，来来，你爱我挂一个拢总，唔免检查吼。同卵双生的意思是讲，在遗传学上是最接近的。啊，这样美国这个阿姨无生囝呢，吼、哦，啊，所以就敲电话，甲这个台湾这个阿姨讲吼，甲这個小妹讲吼，讲你生双生吼，啊，我伫美国无生吼，无你一个给我来美国要啦。有可能发生这无？有嘛吼？我你个给我，你我花花花，我带来美国要嘛？各位吼，卖讲四百当，二十当后就变作无同款的人啊啦，安尼对无？血统又怎么样？那个血统同卵双生，那个血统是最接近的，几乎一模一样的哦。啊，你后天的环境无同款，大汉起来迄、那个价值观判断无同款，对迄个思考的方式无同款，你就变作无同款的人啊啦。搁咧啥物四百当，煞咧搁甲你砍成四千当，讲啥物是炎黄，里面都是炎黄的子孙，卖搁对遐创治啊啦。敢是安尼？所以无同款的文化会塑造无同款的人。哦，啊你讲，互你基因，所以基因遗传并不是最重要的。安尼大家了解啦吼。所以咱过来，唔通去互创治去啊吼。另外过来吼。你讲语言、宗教、文化等等吼，讲哎呦，古早一个是阿皮婆啊，恁知啦吼，小可年纪较大拢知影啦吼。来，唔知阿皮婆的人举手，大家拢知啦吼。迄阿皮婆啊吼，伊拢演迄个本土剧吼，本土剧吼，啊，所以是台湾本土认同度足悬的一个阿婆呢。哦，啊，有一摆去用利用去呢，利用创啥？利用去拍一篇广告，拍一篇广告是啥物广告？头壳硬啊吼，啊头壳看顶悬，哎呦，咱拜的神拢对中国来，哎呦，咱讲拢讲中国话，啊咱写拢写中国字，啊咱食拢食中国菜，啊我唔是中国人是啥嘞？有印象无？这个广告有人有印象无？哦，安尼恁想少年啊，我是阮老的才有印象吼、哦。用安尼来甲恁创治，好、哦、啦，语言啦、宗教啦、文化啦吼，啊文字啦吼，啊你拢用中国字、中国话讲中国菜，你唔是中国人，无是啥？硬要用这款的语言啦、宗教，硬要甲你翕，翕互你变中国人。啊，然后背后就讲，你看台湾的人拢中国人，所以台湾就是中国的土地。啊，你硬要甲你规个甲你服务做伙，真的很可恶啦！我甲各位报告吼，即个语言啦、宗教啦、文化等等即个物件吼，拢总吼做人类的共同资产啦。唔是恁祖公发明吼，啊，全世界要用，就爱写批起来讲。我若要学英语，我就去写一张批给英国女王，讲：“亲爱的英国女王陛下，呵呵啊，我是住伫一个小岛，啊，做台湾吼，啊，我做啥物名？啊，我想要学习贵国的语言，请给我许可。”干我这代志？啊，大家点点，干我这代志？无嘛，无可能嘛，唔免嘛，你要学英文做你学嘛，啊，学甲看你有再来外交嘛。哦，啊，我若讲，哦，中国是中国，我拜的神拢中国神，啊，所以你唔是中国人是啥？啊，我若拜基督教，我唔来去变做犹太人。哦，啊，我若讲，迄、那个去拜回教，啊，相信阿拉，啊，我变啥？变做阿拉伯人。所以咱知影拢是难选，说完全拢无意义，拢完全咧甲咱创治咧甲咱欺人的啦。安尼对无？哦，所以咱咧讲，你是哪一国人？其实当中是政治的问题，哈、哦，不是讲哦，跟血统啦、语言啦、宗教啦、文化啦，它等等那个没有绝对必然的关系。啊，上重要的是啥物？我写你家，这句要哪读来？较大声嘞！哦 ，Yes, I am here， 啥意思？我伫家，我这个生命诞生伫家，伫这个星球也好，伫台湾岛也好，我的价值我家己建立。哦，啊，我的尊严我家己创造，我的生活我家己支配，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讲对无？
每一个生命来的这个世间哦，都非常宝贝。每一个生命当中，袂使随便受人侮辱的，侮辱听有无？侮辱听有无？嘿，对，袂使随便人侮辱你啦。袂使讲要选举以前吼，啊来学几句啊话，啊都哦，啊选举来讲，我把你当人看，嘿，就是遭受很大的侮辱啦。所以吼，咱伫台湾吼，真正这款讲防侮辱的代志吼，真正讲袂了吼。所以上重要是啥物？上重要 ，Yes, I am here。我这个生命伫遮，无得个五十档，无得个六十档，无得个七十档。哦，但是这个生命徛伫这个是最宝贝的，应该是被，就是应该爱受尊重的。啊，这个受尊重的。你的价值你自己创造，你的尊严你自己建立，咱有一个完全自尊的心，会当完全支配咱的生活，准备当做一个真正完全的国家的人，非常重要哈。咱唔通讲死人啦哈。啊，所以即个讲，咱的第四点讲，你是对一国的人，咱也未讲了哦。我们还抛一个问题给各位哦。哦，当然我有讲，啊，即个你是对一国的人，顶管讲这物件。并不必然是绝对的因素。哦，拄则咧讲，无同款的迄统会当变作同款的国家，同款的统嘛会使变作无同款的国家。所以你是对一国的人，迄个真正的原因是政治的问题。哦，所以咱咧讲啊，我台湾人，哦，台湾人几啊款讲法呢？大家拢讲爽的呢。哦，我热爱台湾嘛，哦。啊！我吃台湾米，啉台湾水嘛。啊！我伫遮出世嘛。啊！我愿意对这个地方牺牲生命嘛。安怎讲拢对？但是我甲各位报告吼，有一个骂声的，你唔知会记得吼？伊讲我烧成灰都是台湾人，大家唔知会记得吼？所以迄款的袂准呐。哦，迄款讲用情感上的诉求袂准哦。所以是要安怎去界定台湾人？迄就是咱今仔日的课题哈。好，来，咱们去看卖吼。所以讲，台湾人这个民俗吼，伫清朝的时候还阁足常用，吼、哦。清朝的时候拢安怎穿吼？你要做客家啦，啊，河洛啦，啊，河洛泉州来的啦，阁有对泉州来的啦，哦，啊，当时原住民讲糟蹋呢，哦，你怎想到足唔冤的吼？讲糟蹋，讲做青番，这后摆咱个不冤仇吼，讲糟蹋做青番吼，啊，内底再阁变做石番，啊，然后阁汉化，啊，所以阁改姓。啊，七界八界说说，唔惊人知讲哦，因为被丑化太厉害了哈，所以这个称呼所谓台湾人的观念，还是讲台湾人这个名词哈，在清朝并没有很普遍啦。哦，啊，佫会冤家呢，集体械斗，捌听过无？哦，这部分吼，都爱请咱的桂牧师哈，伊是台湾史的专家吼，伊若要讲这部分，互咱听，可能爱几啊节课吼，讲佫会都在冤家牛者。哦，啊，尾啊，讲佫有一个福州来。我听讲这福州要派三支刀吼，哇、哦，什么其中一支剃头刀吼，啊，走来台湾。即摆过来，佫较尾也来，哦，迄、那个讲的是啥物？迄、那个哦，啊，都唐山来的啦，啊，都中土来的啦，哦，啊，无内地来的啦，等等。我的意思是讲，伫清朝的中间，这个台湾人的观念，啊，甲台湾人这个民俗还没有形成啦。哦，伫这个多数大概就是这样的称呼来称呼去吼、哦，一直到当时，一直到日本人来。日本人安怎来？啊？哦，对，割让就是甲午战争哈。我阿若要讲甲午战争，有故事足长的哈。啊，咱点半钟实在是无啥搞，但是无要紧啦，莫看新闻哈。好，清朝被打败了，啊，定下迄个马关条约哈，啊，将台湾割入。我等下吼，会将迄个马关条约的原始的迄个文件吼，各位看哈。啊，定了啊，将台湾割予日本，好了，新的统治者来了，哦，啊，伫当时的迄个社会背景吼，伫当时的迄个世界的这个背景吼，因为战争取得的土地是被承认的，即马都无啊多啊，联合国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吼，但是伫迄个进程，是你因为战争啊，割地赔款那个迄款的诶条约定下来吼，那个是被承认吼。所以咱知影讲，伫日本人来了，好了，发生啥物代志？腔口无同款吼，头拄咱咪学条歌，学甲起起曲曲吼。哦，迄敢若日本歌，毋知要哪去读个顺吼，日本人毋知要读个顺吼。文化不一样，腔口无同款，新的统治者来啊，渐渐伫台湾怎形成两种人？一款就是统治者，
日本籍的日本人，啊，另外一款呢，被统治者，日本籍的台湾人。迄阵的台湾人住伫即个岛屿的人，发现讲，哎呦，无同款哦，伊是统治者哦，咱是被统治者哦，即声无客家做的吼，当时啊，以前做这个冤家娘子吼，原来当时啊，咱是迄个共同体呢，我们是变成一起变成被统治者，所以伫个第一次的压力的结果，迄、那个台湾人的观念。台湾人的民俗，才渐渐开始有人在使用，相对于日本人，对吧？哈。啊，即马吼，咱常以前来选举，常听你讲哦，好，咱能够外来政权统治，吼，咱都要有家己的国家，吼，所以咱都要拼，好，安怎拼，总统要咱做些，你看，要四分之三吼，修改公道，那有咱家己的国家发个足大声吼，那个是第二次的压迫的结果啦。讲即马，敢若讲我台湾人无够呢？敢若讲台湾人无够，我着咱台湾爱有家己的国家，所以经过一摆过一摆的质疑吼，这款的观念、这款的民俗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哦。所以咱伫遮咧甲各位报告讲，这台湾人的民俗伫清朝的时候，并没有非常真侪人咧使用无吼，因为咱知影嘛，真正的台湾人伫过去就是讲原住民嘛，而且原住民阵称呼嘛，毋是叫做台湾人嘛。哦，就皇宫什么，糟蹋宫什么，啥安尼吼，所以这个所有的台湾人的民俗是日本人来了后才渐渐形成吼。啊，过来，这张图咱捌看无？啊，应该捌吧？伫遮捌啦吼，啊嘛真侪人捌看啦吼，真侪人哎呦，一尾虫。啊，话讲台湾呢，啊台湾先啦。台湾都像番薯，啊，番薯叫糖食，怎剩一杯糖了？不是啦，吼，这就是台湾啦。啊，是安那？这张图，1735年，一个法国的，迄个地理书啦，吼，咱即摆地理书，唔是讲咧看洪水的吼，伊出来全世界啊咧画图吼，这张就是画啦。啊，画啥物事？就是讲，这地伫遮个遮这条西南部、北边、南边，就是这条中央山脉。该的东部都没有，这条就是所谓清朝宣誓有管辖权的地方啦。哦，啊，对你东部中央山脉遐原住民的这些部分哦，伊拢认为是那个是化外之地，那个是化外之民，参我清朝无关的。各位若知影牡丹事件吼，就是有都明显发生的咧吼，琉球的渔民去哦漂流起来幸存吼。受杀害，杀害日本人来，对迄个牡丹幸存，牡丹来背起来，背清朝不准走，我，迄毋是阮的人，迄化外之民，参阮无关的。所以即块资料安尼吼，就是咧甲各位报告讲，其实清朝有资格好挂日本，是干资料尔啦，并不是台湾全岛，因为并不是整个台湾全岛都是在清朝的管辖之下的吼。所以日本人来了后，咱知影马关条约嘛吼。啊，我伫甲各位报告讲，马关条约过去研究的人哦，拢干那伫讲土地，哦，台湾的问题咧研究的人，拢干那伫讲土地安怎，所以我摕到这个资料吼，这个朋友迄阵啊咧做这个做，同款嘞，伊有关土地拢用红笔甲框起来吼，这个讲叫做第二款，诶，他开始这是咧讲割让辽东半岛啦，当时从辽东半岛嘛要割让日本吼，啊，所以割让辽东半岛土地对吧吼，好来过来。第二条、第二款的第二条、第三条，就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哈、哦，啊，过来澎湖列岛，就是哦，因对迄个东京几度、夏威夷诸岛，完了，这嘛是咧讲土地，啊，这个讲土地的部分哦，这个研究的朋友吼，拢用红笔甲乌画起来，但是有关人的部分吼，那写得对，而且第五款，有关人的部分，伊都无甲画起来，是安怎？就是过去做研究的人拢干阿咧讲土地啦，殊不知讲人比土地搁较要紧啦。伫旧金山诶，伫即个马关条约内底，有关人诶部分写伫遮啦，就写伫遮。第二款，哦，这吼，写伫遮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限2年之内，日本准许中国让与地方人民愿迁居与地方之外的。认识其变卖所有产业退去界外，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重点在这里啦。哦，你土地讲要刮，什么军旗，什么军军，什么拢总要给你，但是啊，人要安怎？人都要给你有所选择啦。新的统治者要来，你若准备讲要服从新的统治者，哦，你留落来用两冬的时间，诶，迄个期间，你留落来服从新的统治者，然后你就不要乱搞，可以减少悲剧嘛。我们伫里打，伫里拍，伫里伫弯嘛，你都唔吼，你都甘愿啊，你都留落来。啊，你若唔甘愿的咧，只写个真清楚啊，你会使变卖你的财产，退出界外。离开这个所在，要回去中国也好，还是讲要其他的所在也好，去美国、去美国、去欧东好，拢会使。随在你那个变成基本人权啦，就是讲改条换代，那个是牵涉到效忠的问题。你效忠的对象要改变，一定要尊重你的意愿啦。那你给你马关条约当一下，对了，1895年下哦。迄、那个其实中国是一个统称啦，哦，啊，在这条约咧，伫顶关嘛是拢用中国咧写，伫这个这部分吼，中日两国啥啥，无要紧，这无要紧啦，后底咱这个找资料解释看卖吼、哦。所以这个所在，这个人的部分，两党互你选择，1895年日本人来，啊，就两党互当时住伫台湾的人选择，好了，新的统治者要来，明显的文化不一样。明显的语言不一样，哦，我得穿比你较大件呢。哦，因为因接触西方文明远比当时的台湾人搁较早真济。哦，啊，所以你迄个明治维新了后，日本以后成为迄个亚洲的强权吼、哦。所以来了后，两党互你选，要尊重你的意愿，这是改变国籍的大代志，是改变效忠的对象的大代志。所以一定爱尊重你的意愿吼、哦。其实咱安尼真认真在打拼，在敲碎咱的论述吼，迄、那个人一部分，我们着墨很深吼。所以1895年日本人来，两档互你算吼。好，啊，这唔免看啦吼，赔钱赔偌济，啊，赔到尾啊，中国青山落平，清朝青山落平吼，这些故事足济吼。啊，这辽东半岛挂本来讲要挂，尾也无吼，尾也佫兴清朝吼，因为有人起来干涉啦，讲辽东半岛是你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你袂使挂辽东半岛号的，哦，啊，所以后来迄、那个赔款阁增加3000万两，吼、哦，辽东半岛阁兴中国，所以咱头来看了4月17，割让台湾，割让辽东半岛，干涉的结果，11月17，阁另定一个条约，叫做辽南条约，所以迄个土地的一来一去，拢唔是清清菜菜，唔是嘴讲讲咧，啊，清菜话话咧就煞输吼。一定爱调要写好清清楚楚哈，所以辽东半岛在三国干涉之下，搁先清掉哈。好，过来，哦，这就是辽，叫做辽南条约原本了哈。中日本版那个英文版哈。好，过来，各位请教，上面做国情。啊？啊，大家他才客气，我答案写你家。我你唔当我怪哈。好。简单讲就是讲你效忠的对象嘛，啊，甲你被保护的对象嘛。哦，你若中国人，你就效忠中国嘛；你若美国人，你就效忠美国嘛。哦，啊，你若讲英国人，你效忠英国，相对的，你就美国保护英国保护嘛。啊，很简单，就这样。国籍的改变，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是讲联合国成立之前，因为战争引起国籍的改变，是有可能的。哦。拿破仑的时代，迄真明显哦，两个国家相台，被打败的国家，迄个战胜国的军队开起，一夜之间，所有土地拢变化的，一夜之间，所有人拢都在对我宣誓效忠。啊，若无搞怪，了就枪杀；啊，若搁较搞怪，他组织地下反抗军，游击队，惨哩滴哩结，滴哩结，滴哩结，结到没完没了。所以人对战争学得教训，讲袂使哦，战争也要有章法哦，哦，尤其是土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哦。你对人袂使这样硬搞哦，你原来会成为敌人哦，拢被教育成互相拢是真不堪的人哦。啊，即摆我的政府军互你拍败，啊，你起来，啊，马上叫我讲对，都爱对你宣誓效忠哦。用北京话讲讲，情何以堪？你对这人是要吞下落哦。进前我讲吼，你这是万恶的共匪，你杀猪拔毛，你是安怎？安怎叫我都爱甲你效忠哦？所以迄个讲，因为这个
处理人伫战后改变国籍者吼，伊就讲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吼，渐渐人为着即个减少战争的悲剧吼，对人的处理更加小心。哦，所以伫迄个日内瓦第四公约吼，也是不人权宣言内底吼，有关人若准了讲真正国籍要改变的时候，一定都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所以，迄就是是安怎？伫1895年日本人来时，马上在台湾宣布，1985年6月，从六月初开始，两当之内，和当时住伫这所在人做一个选择，你自己决定，就是尊重当事人的意见。但是即摆吼，国籍的改变吼，因为战争改变国籍，已经几乎没有机会了啦。哦，咱知战争吼，啊，要土地上安怎，啊，国籍，即摆唔是。现在国籍的改变是，你要移民，你去申请，你可以选择国籍，哦，但是你选择国籍，就是过去的遐经验的累积，形成这三个要件。你若讲啊，我要来美国，我要办移民，你这三个要件绝对不能缺少，一个都不行。主观，那个意愿，主观，啊个某些合法程序。这个某些合法程序，各国拢无同款吼。啊，但这个你个人的意愿，啊，这个意愿无人甲你强迫，这个主观一定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哦，即摆你可以选择国籍哦。即摆你若国成了，那个国籍的改变是你也使选择，但你选择你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条件。只要贵人有 green card， 啊，无要紧吼。迄、那个 green card 啥意思 ？green card 就是永久居留权呐、啊。啊，永久居留权其实就是准国籍啦。你一定要先有 green card， 哦，医生甲你许可，许可你会使来遮住，永久会使在遮住。哦，啊，但是迄个你得爱住几冬，合乎某些合法程序，五冬内底住满四冬，哦，啊，然后你才有资格通个变作美国人，经过考试，经过宣誓，哦，你才会当真正变作 American citizen。啊，但这个进程，你的永久居留权是咧创啥？是安怎他的用这个方式讲啊？如果升一个永久居留权给你，哦，啊，你再来美国，那个就是互相观察的阶段啦。哦，未去美国以前，讲哦，要是哦，我美国印象对好莱坞的电影来呢，哦，查甫大家烟斗大汉吼，啊查某大家拢安尼水当当吼，哦，啊，迄个高山看西坡吼，哦，迄查甫直接拢有男子气概吼，啊想哦，啊个美国遍地黄金，遍地机会，哦，我无来他也使。啊，一个其他啊，无同款啦，要收游民一大堆啦，啊，迄个呢，暗时啊，若失电啊，烧着人抢啦，结果啊，就无同款啦。所以，迄个永久居留权设计这个方式，就是要互相观察啦。伊嘛要观察你，你是毋是真正有意愿要来遮住？你嘛要观察你，这个所在到底我是毋是有适合？哦，啊，所以若讲互相，我感觉有适合，吼，哦，啊，你嘛真正要在遮住？好，五年里头你要住满四年，然后你也使请国籍。迄就是先抓他做这个规定的由来吼，所以我甲各位报告吼，全世界无一个政府、无一个国家会当随便取消、强迫你取得或者放弃一个国籍，袂使，一定要有你的意愿。所以听讲有一个骂声来讲，啊有啦，啊我都永久居留权啦，又怎么样？哦，啊那我都足久无去啊，无去就失效啊，无是变安怎？我都无去啊吼。我甲各位报告吼，无可能自动失效啦。没有一个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可以任意取消你的永久居留权，袂使啦。一定你要取消，一定要有你的意愿。所以脑子在骂什么吼？安那骗安那怪，啊去怪一个美国的签证，啊摕美国签去美国吼，啊美国海关就拍，哎，你这人都有永久居留权嘛？啊你二十当拢无来。保证请你入去内底海关坐一下啦，咱来谈谈看啦，吼、哦！啊，你甲我讲你要来，啊，照法律馆规定你来申请，第几优先，第几优先申请，啊，申请了，阮就给你啊，哦，啊，结果给你了，你敢来一百个国，安尼二十档拢无来，啊，你到底是要来啊，唔来？嘛是来讲，有啊吼，古早乱来，爱甲要死啊！一一面若无看，我就想要爬墙啊，去你爬窗啊，入去看卖吼，即摆都无感觉啊，我都无感觉啊。无感觉无要紧，你把那个宣告书写出来，签好势，下骹你名家己签，佮叫两个海关的人到边啊，甲你作证，讲这张就是你家己签的，
完全是你的意愿，完全是你的志愿，没有人逼迫你。安尼你才会放弃啦。美国袂使主动强迫要甲你取消，袂使啦。迄种变基本人权啦。所以伫这个，你若讲像这个马先生吼，到尾后一日发生这个场面吼，我甲各位报告吼，甲咱看美国下不下手啦。伊予你去遐住，永久居留权，会当伫遐住，那个就是你的权利。啊，权利当然带义务嘛，哦，你爱纳税金呢？啊，美国若无纳税，迄是足严的呢，迄毋是干呐讲罚金尔，还佫有刑事的问题呢，啊，佫罚金，佫追加的，大概拢，迄真正拢超爱破产啦。哦，啊，所以若讲有一日即个骂声呢，美国真正要佮下手哦。等下，来，那你是意思安怎？讲清楚一下。因为无我就无爱去，啊，无爱去好。二十年久，你伫美国国外所有的收入做一摆算，我感觉他会死得很难看呐。哦，所以这小托大家一个观念，讲国籍的改变、取得还是丧失，拢总都爱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这个变得很重要哈、哦。所以都得甲各位一再强调，就是讲1895年日本人来台湾，马上在台湾宣布2年的时间。好，你遵照你的意愿，这个意愿无人甲你枪毙，用两年的时间做一个合法的程序，你家己决定要留落来还是唔留落来哈。啊，听讲当时留落来差不多4000个，离开台湾差不多4000个人啦，有很多种说法哈。咱只有台中州无？台中州哈，啊有武峰的无？武峰无哈，武峰骗东先生，当时就离开台湾啦。搬离开台湾的其中的一个家族，但是无半当，搁撞撞断吼。好，过来。啊，所以咱只能讲国籍的改变，因为那个是牵涉到你效忠对象的改变，所以一定要尊重你的意愿。啊，台湾人的国籍的改变到底发生什么事？好了，你原来是清国人哦，哦，啊，尾也去变作日本籍的台湾人哦，啊，即卖咧？怎么呢？啊？知影拢无啥敢讲呢，敢若只想敢讲呢吼，就是中华民国嘛。你无代志，无代无志，就变作中华民国了。错了，不是啦，我迄是甲超你甲消遣的啦。咱知影啦吼，尾来甲恁改国籍嘛，啊，就甲你强迫嘛，集体强迫嘛，就改作中华民国国籍啦吼。啊，所以咱讲我是台湾人，啊，新闻请贴出。中华民国，真伤脑筋吼！啊，我想要讲伊错了，那个可能不叫中华民国啦，唔是叫做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国籍唔是啊啦，即卖变作啥？即卖变作古中国的中国人的国籍啦，古中国啦。我讲大家听无？这也无够啊，金台听无啊？好，中华民国的1949年。在本国被共产党消灭了，对不？这不是古中国是啥？古中国，那个已经变成古中国。哦，听一下怎笑出来哈？那已经变成古中国，所以呢，因迄国吼，有一日搁整理因的历史吼，有个人说，哦，几百当一个明朝啦，啊，搁有300几当一个清朝啦，啊，尾一个短命政权是中华民国1912年到1947年，拢总37当啦，啊，所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唔知要搁偌久啦。所以讲，我是台湾人，看个遮大声，是另外块，搁是古中国的中国人的身份证，我伤脑筋啊！哦，那个错乱真的很大哈、哦。啊，当然，即个讲古中国的中国人哦，是我家己在个消遣。啊，事实嘛是安尼哈。后、哦、来，所以台湾人的国籍对清国人变作日本籍的台湾人变作日本籍，吼、哦，啊，尾也变作古中国的中国人吼、哦。这中间是安怎变的？啊，我各位报告哈。叫一个讲，中华民国行政院1946年1月12日，哦，啊用一个行政命令，节参制第1297号，将当时600万的日本籍的台湾人集体强迫改变成为古中国的中国人。其实迄阵也毋是啦，吼，迄阵也未去哦，共产党消灭的吼。所以咱做中国人做几当啦，2当3当吼，啊，过过伊就被消灭掉了吼。所以这个改变吼，当时。美国、英国，我迄张无吼，对4月、6月、9月连续3摆的外交白皮书吼，甲即个当时
的中华民国抗议，抗议安怎？讲你将迄个日本籍的台湾人哦，集体强迫改变做中华民国的国籍，我们不承认。下里对，下里加。好，台湾虽以为中国政府统治，英国政府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欠难同意什么意思？就是唔甲你承认啦，你无尊重当事人的意愿，你就爱去一个一个问，还是你爱设一个方法，像讲安尼好啊？我若中华民国真正是一个新的统治者，要转来台湾，哦啊住伫台湾，遮拢是日本籍的台湾人，啊我几档互恁选择，啊恁若甘愿留落来，好改做中华民国国籍，哦啊若无，迄个你会使搬离这个地方。1985年，日本人就安尼做啊，遮中国人当时来。1945年，50几档后来，硬强迫，而且集体硬给你拗着你变中国人。好了，请问这口气你吞得下吗？无听意愿呢，无尊重你的意愿呢，而且是集体呢，所以美国、英国连续三摆外交的白皮书抗议吼。这张是英国的啦，这个所在都在英国无，但只都吼，英国大使馆指向迄个外交部什么安尼吼，啊，上尾就是咧控制这个代志。讲虽然讲你即马迄个中国来遮做通敌，当然这两支通敌还是有问题吼，啊，但是迄个英国欠难同意台湾人民业已恢复中国国籍这个代志，我们不承认，不承认什么意思？对，不好嘛？你对当时是日本籍的台湾人。你集体强迫，完全没有遵照他的意愿，跟他一纸行政命令，啊，硬给你字，让你变作中华民国的人，就是不好嘛。我欠难同意，就是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不好嘛。所以吼，咱的身份证吼，我甲各位报告吼，迄不是干安尼不好尔呢，不是讲强迫给你改不好尔呢。我甲各位报告吼，伊根本都唔是真正的统治者啦。我咧甲各位安尼直直讲，讲到咧脑壳要破吼。拢就是讲，那个是你是真正的统治者，改朝换代你是真正合法的统治者，你才有资格讲改变国籍啦。意思无？中华民国是无？唔是啊，无中华民国是啥？要袂咧，来阵要袂咧，无遐紧啦。1945年，伊才有变流亡政府，迄拄啊战后嘛，啊战后是去互麦克阿塞。甲授权指派来台湾做建澳的处理的工课嘛，啊，那迄个讲拄只建澳尔，啊，就台湾变野，台湾人马上变中国人。我伫只甲各位讲一个笑话啦，有人咧爱困啊吼，啊，笑话较认真听咧吼。讲有两个伫烧精啦，拍干咧头破血流吼，啊，只拍甲头破血流吼，强救开啦。啊，救开我即个较老的吼，我唔甘愿咧。哦，没完没了，跟你没完没了，有可能无？有嘛吼？啊，没有没了，变怎？社会有社会处理方式嘛，哦，啊，所以就讲啊，无来找一个公亲批评你，我看食较对，食较唔，哎，来去找李长嘛。啊，这样李长听听，哦，你这个太复杂，恁这摆纠纷哦，哎，我无得甲恁摆解，恁去派出所讲。啊，再去派出所吼，迄个警察接来吼，逼起来啊，抓起来，哦，你安怎？你安怎？伫问吼，做笔录吼，啊，那做着了，看看讲。哦，您这牵涉的法律层次太麻烦，去法院讲，移送法院，有可能嘛吼？啊，这法院了吼，得个准备庭、预备庭，什么庭？个第一庭、第二庭就是开吼，开到尾判决下来，判决下来佫不服呢，不服佫会使上诉呢。啊，上诉到位好了，定案了，判决书下来了，哦，包括民事，包括迄个刑事。恐怕你们两个人哈、哦，还要把判决书的内容履行完毕哦。你两个纠纷才算才告一个段落，安尼对吧？足简单，这详细的问题呢，敢是大家拢安尼处理的？那大家拢唔敢讲哦，我喊一个大家，我想这个核心学问唔知偌大嘞，啊，问题唔知偌深嘞哦，迄个足详细啦。哦，你两个纠纷，迄、那个打架去往路轨，不是整个事件的结束啦，那对吧？他有可能在那裡刷後面要走的那個法律的定書不知道要走幾年就不知道哪有那個第一時間說救開、啊、就都事情都結束了不可能嘛第一時間叫救開那個叫什麼叫做打架動作的停止啦這樣而已啦他有說整個糾紛都結束了不可能所以
咱知影讲，甚至私人的纠纷，你都要绕这么一大圈哦。啊，伫迄个社会习惯的处理上，以及法律定诶战法律战术的处理上，才告一个段落嘛。啊，个世界大战，要死我世界大战，日本人投降什么意思？代志拢解决是吧？拢讲好啊是吧？日本人投降，就亲像迄两个人小包叫人救开啦，那个叫做战争动作的停止啦。安尼对无？对嘛？干那战争动作的停止尔嘛？要那处理日本，要那处理琉球，要那处理台湾吼？全世界所有的军事专家、国际法的专家吼，伫咧研究，伫咧研究，开始咧研究。啊，这个到尾啊，咱来讲判决书，就是那个合约要那写。真济人咧研究，咧研究还未出来进行，那好来讲，日本人八月十五投降，麦克阿瑟伫九月初二，1945九月初二，一个迄个第一号行政命令开，授权开来台湾做台湾战后的处理的工作，安尼尔，台湾讲变野啊，台湾人马上拢爱变中国人啊，无道理嘛，所以第一，伊唔是真正的统治者，意思就是伊根本无资格甲你改国籍。第二，伊强迫甲你改国籍。当时的同盟国的美国、英国马上发声明书，你做这个改变，我们不承认。好来，过来。第三，甲你改国籍的这个政权，经过三当外四当左右，在他本国被共产党消灭了。所以你手中的身份证三重无效。第一行什么？马上考试哦。三重无效，第一重是啥物？他没有资格甲你改国籍。第二项呢？对，强迫甲你改国籍。第三项呢？甲你改国籍，这个政权在他本国被消灭了。所以你今仔日咱所提中华民国的身份，对1949年以后，就变作古中国的中国人的身份证了。你看真正有窝囊无？所以那张新闻拿出来，你吃病好，倒病好，你去病100次、200次，无效就是无效啦。原来台湾人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了，去用武甲变这款的状况啦。所以在这个，咱知影讲，台湾人国籍的改变，对你原来清国人，尾啊变作日本，迄个变作日本人，啊尾啊无台湾，去用变作中国人，啊这个中国人。个变作是无效的，哦，个是高中国的中国人吼，连现代中国人都不是吼，真正有够衰啦吼。咱的时间到几点？4:10是吧？思雨在对啊？4:20啦吼。讲到足严肃的，大家拢无啥会笑。来啦，咱剩10分我讲笑给恁听啦吼。打一个谜语啦吼，因为咱大概有一个段落啦。当然各国要够，大概还有2/3吼。你咱的时间干安尼尔，所以也不要勉强。讲个破破碎碎，到尾佫倒袂起来恁吼。所以咱告诫也是一个段落，什么段落？你的身份证对待是变作什么一个情况？伊无资格甲你换，伊强迫甲你换，这个政权在他本国被消灭了。所以你的身份证就是古中国的中国人。今仔日我演讲吼，恁听学这行就好了吼。好来，过来笑话了哈，只几分钟啊尔哈。我即摆讲这些，互恁要哈，要讲我是咧讲什么人哈？讲有一个人哈，伊安怎讲？伊讲我犯错没有犯罪。伊先讲，伊讲我认错哈，我这北京话比较耿直哈，我认错没有认罪啊，我犯错没有犯罪啊，我犯最大的错。就是恁爸讲的去用头录音机，迄什么人？迄什么人？啊？什么人？林立士啊！伊敢毋是安尼讲的？伊安尼讲那个道做伙吼，那好你感觉足好笑的啦。讲，迄个，我认错，我没有认罪；我犯错，我没有犯罪；我犯最大的错，讲的去用头录。好笑，迄牵连8000、800万、6000、300万的这个歪哥，讲
我认错，没有认罪，我最大的错就是去录音去，我们不喜欢这种文化啦。哦，因为五十档、六十档，而且中华民国教育出来栽培的囡仔变这个款，我们真的非常伤心哈。啊，佫讲着查啦吼，讲着查啦，叫人抓到吼，啊，就叫上法院。哦，啊，法官一个看，哎，甚物人啊？你想要做查啦？哦，你敢毋知影讲，调伫做人认真拍拼、流汗赚来的钱才是钱？你想要做查啦？哦，你啦吼，啊，这查啦哪讲哦？你查啦讲。法官哦，法官大人哦，你都唔，你都唔捌做过贼啦，你唔知做贼啦偌辛苦、哦。伊讲吼，我若要去共偷摕吼，设定一个目标吼、哦，我来倒去底下直直咪，直直咪咪几礼拜呢。啊，即摆吼，迄个监视器佫逐四个拢有吼，啊，我倒下咧安尼化妆，佮面佮暗佮啥，佮惊去互翕到呢。哦，啊，即摆若看好势，上定这个目标吼、哦，啊，迄明日大家看我干干叫的时候，啊，我就开始规身躯拍到全行头呢。哦，啥物？什么油压剪啦吼，啊什么锯子啦吼，啊什么钢锤啊啦吼，啊什么落来吧啦吼，啊什么大锁还佫围咧啦吼，啊，迄、那个手电筒袂使袂记哩呢，规身躯排甲遮大堆吼，啊即摆去要共爬墙啊吼，啊若爬无好势跌咧，脚腕就足疼呢，啊即摆若咧共偷摕时吼，啊若起壳壳起壳，我听着有人来吼，我会较紧闭起来咧，迄闭起来啥物袂流汗，我拢会流清汗，你讲我袂流汗？讲迄做贼啦，足辛苦个呢吼！啊，伊讲啊，我做贼啦吼，我嘛捌一摆吼，迄翕名去甲摕吼，毋呐无行路工，吼，行路工原来即嘛真流行个名词啦吼，毋呐无行路工吼，佫嫌啊了钱呢。讲啊，那法官上个时阵做贼来做甲了钱，那是啥物代志吼？伊讲你都毋知嘞吼，我一摆看定一个目标，即、這个目标吼，迄个我去甲观察。啊！发现讲，这个家庭吼、哦，四点半到五点钟，咱厝里拢无人。哦，太太去外口接囡仔，先生还未下班，厝里放空声。哇！我看了安尼了吼，我才想想了，哎，安尼差不多在遐等因太太，我都买铺出去要去载因囝吼，啊，我就甲弄入去。啊，弄入去了吼，迄个，袂使随天呢，因为太太先生随转来嘛，所以我都在找所在避起来呢。我七想八想哦，想秘都地都拢会叫人发现呢。烫树也袂使，椅子也袂使，啥袂使。我也想啊，来迄个秘都门窗卡，迄、那个主卧房的门窗遐大条，我秘都门窗卡。啊，等下因即家伙阴暗转来来困吼，我才起来甲偷摕。啊，所以甲弄入去呢。啊，知影讲迄家伙讲迄暝讲啥物电视看咧，佮开讲了后，佮出去食点心，敢若毋是歹困啦。啊，我拄啊七点八点，我家己煞困去啦。啊，即下困去吼。人一个尾啊，十二点我要入来困吼，听到讲我伫门窗甲咧咕咕咕，怎甲拗出来，甲拖出来啦？啊，拖出来头家也没有为难我啦吼，人家究竟无甲提啥物嘛，吼，都甲将将个将将，啊，怎甲扯出来咧吼？啊，伤脑筋啊，惊拼规暝，拼无惊落工咯。啊，家己感觉足倒霉吼，啊，要出来，出来才发现讲，啊，我迄包新郎个去闹你个门窗卡呢。啊，无家己想讲啊，无行路工，无拿钱，搁着了钱，迄我唔咯。吼、哦，再搁起家己电影，讲要甲偷迄包新郎吼。即摆讲啊，我嘛捌一摆去用假屁想呢，做贼啦，做甲去用假亏呢。伊讲啊，我咧个讲我拄仔听你讲笑话吼，我嘛是安尼做贼来做甲去用亏。伊讲啊，我着看一个少年啊，独身啊，吼、哦、啊出入拢双米的车，啊拢名牌，吼、哦、我穿干呢吼，我想吼、哦、这个一定做吧。啊，所以有一暝吼，啊，我就甲弄入去。啊，弄入去结果吼，迄个，伊拄啊困到干干吼，啊，我就安尼手电筒夹到嘴里吼，啊，两只手吼拖啊，什么哩个开哩个敲哩个敲吼。这个少年我甲敲一下，煞精神起来。啊，精神起来，恁知影这个少年安怎甲我讲？讲老兄，唔免敲啊啦，我一时都找无你，暗时来来找我，我红亏啦。你讲做贼还轻松哦？讲这笑话来，咱用最后的几分钟哦，讲这笑话，大家较轻松一下吼。啊，咱知影讲这个中国文化所培养出迄个西洋的嘴巴吼，错你着承认，足单纯，钱已经互超出来啊，搁才提要烧掉，提要浸水啊，算来搁安怎呐？已经遐尼明显啊，你阿咧我认错不认罪，我犯错不犯罪，我犯最大的错安怎？说话别录音啦，好，多谢大家。